好，这里是泰林有限公司。好，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呢是我们的三层显示看板。好，三层数字显示看板。那这个看板呢是客制化的。好，那这个是量测水温、酸碱度，然后还有余氯。好，那看板的大小呢是32×41×9公分。那我们的接线的位置呢主要会在最顶端。这个呢我们会由工程师这边配好线。配好线之后呢，才会一并寄送给客户。那这一台呢，那它的我们一般的温度显示范围呢是在0到100°C。好，那酸碱的话呢是从1到14 pH 值。好，那因为这台可以多量余氯哦，那余氯的话，我们这个可以从0量到3.5 ppm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背后。好，我们的背后呢，其实是有两个挂钩的哦。在出厂之前呢，我们都会把所有的线都配好。配好之后呢，客人其实拿到货之后，就只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将它挂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。